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我是陈廷宇。节目开始要带您关心的是，人的一生为求学、就业、成家做许多的准备，但是对于人生最后的那一段路，却很少人好好的做准备。108年上路的病人自主权利法，让民众有机会在意识清楚的时候预立医疗决定。不过要签署这项内容，必须先和3个人以上的医疗团队来进行咨商，时间大概是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对医院来说人力成本过高。而目前全台湾有80多家的医院可以接受预约咨商，实施9个月以来，全台湾签署大约7000多份，可是被认为成效不佳。这么重要的事情有必要在社会上大力推广，然而生死大事也需要更完善的諮商，才能落实病主法的精神。来看独立特派员记者娄雅君、李金龙的报道。和家人谈谈最后的那些事。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开得了这个口，对，因为大概会有点困难吧。遗憾、不安如何善终？很多临终无效医疗是违反病人的意愿，也违反家属的意愿，所以我们要靠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预立医疗决定从諮商开始。多谢你今仔过来哦。哦，嗯，看台湾有笑容呢。就算他全部都是选择不要做卫生医疗，但是照顾起来肯定会有97种不一样的状况。老公来了，哎，把酒杯金好不好？对，张开哦，对，好棒哦，吼，对，免惊，哎，加油一个帅气一个，杯金泡麦啊嘞，嘿，紧的啦，你无看老公很伤心吗？嘿，杯金泡麦哦。老伴躺在呼吸病房将近5年的时间，看得出夫妻情深。徐显荣每天前来探望照料。也因为这份爱，让他每一次面临抉择时都难以放手。我抓着他的手，我问他说：“你现在状况不是很好，好，啊，要不要救你？好，你要的话，你就握紧我的手。”结果他就握了很大了，很用力握我的手。后来我就决定说：“好了，我救你了，不然那个。”肾脏科医生一直要求我放弃他嘛。妻子因为小脑萎缩，在呼吸照护病房躺了4年多。他知道再多医疗也无法改善病情，但内心就是舍不得。根本都不好啊，没有作用了哈。但是家属大部分都是不太想放弃。就像我一样，我也是不太想放弃了。靠着鼻胃管气切为生，虽然妻子曾经表达过自己的意愿，但是人在面临抉择的时候，却是一个难字了得。气切的时候，他意识都还很清醒，他一直叫我不要气切，他就是要。自然走掉的就对了，啊，被自然走，他叫我不要气切，但是我考虑了很久，我还是帮他做气切啊。提早为人生的最后一里路做决定，108年实施的病人自主权利法，不但能保障自己的医疗决定，也不让家人左右为难。法律、医术法的规定，好，危急的病人一定要救，啊，无救，医生有责任呢。对咱的家属，咱也无甲伊参详好势，哦，咱是谁那家门啦？预立医疗决定，就是当病人面临以下这些状况时，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相关的医疗照护。
第一种叫做维持生命治疗，哦，维持生命治疗就是电极啦，哦，插呼吸管啦，哦，啊不就是插叶克膜啦，哦，这叫做维持生命治疗，哈。所以这款的这要不要电极，要插呼吸管哦，有四个选择啦。看到这些维生医疗和营养管罐的选项，民众多半会出现这样的疑问：我妈妈若呛了，就拢照伊意思，拢无爱甲救啊。唔是拢无要救啦，吼，咱干来是无要插管，无要电极尔，无要插品管，安尼尔，吼。所有其他应该救的嘛是爱救啊，吼。因为很多叫做舒适性的治疗，根据病主法规定，必须经由两位专科医师确诊，再加上缓和医疗团队召会两次之后，才能实施病人的预立医疗决定。林美平日在各医院担任志工，看尽人生病苦，对于以后的事，她的态度很坚决，但是家人却有所迟疑。妈妈真的是没享过什么福啊，但所以我另外一个想法是说，对，如果他生病的时候就不要让他那么痛苦，我可以支持他这样子，可是心里就是还是会难过。心理师认为家人之间会意见不同，来自背后许多复杂的心情，因为不安，所以不敢去承诺，不敢去肯定。那还有一个就是情感上的舍不得。这一个签署的过程，它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义跟价值，就是你们是深层的去做一个沟通。这个沟通还可能是跨越生死之间的一个沟通。病主法自今年一月实施以来，嘉义阳明医院因为院长的大力推动，三个半月就签出了757张。占全台的20%，会这么积极推广，起源于岳父的病苦。麻药打多了，他在身体里面的代谢就变得几乎就是不会代谢出去，而且他癌症的病人也有这样子的特性，所以爸爸都一直在昏迷的状况之下。那时候到底要不要让他走？其实我们真的也很纠结，因为他几乎完全没有生活品质。这样子的过程哈，多了3个月，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一定不对的啦。除了个人经历之外，一位老病患长期住在呼吸照护病房，家属不忍亲人受苦，要求院长协助拔管。隔壁床的家属听到后也做了同样的要求，谢景祥才惊觉有这么多家属深受煎熬之苦。呼吸照护病房里面每一个病人家属都问了一圈，那后来发现说大部分的人都还是舍不得，下不了这个决心，但是呢他们都讲说，早知道当初几个月或几年前，当初不要插管就好了。台湾引以为傲的健保，却也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根据健保署资料，台湾一年健保支出7000多亿，其中30%的支出使用在临终前的3到5个月。各医院的加护病房，尤其是呼吸照护病房，曾经高达70%的病床躺的是植物人。为了减少临终前无效医疗，阳明医院开始针对末期病人推动 DNR， 也就是拒绝心肺复苏术。我们的加护病房，哦，本来是20张床，哦，都住得满满的，到现在呢维持8张床。
好，那我们有很多呼吸照护病房，本来有80张床，好，到最后剩下40张床。病主法更进一步扩大适用对象，但是今年推行9个月以来，全台签数只有7000多份。难以推动的原因，是因为諮商人力成本高，必须要有医师、护理师、心理或社工师3名成员，加上需要自费约3000元，也降低民众的意愿。65岁以上的人口大概是250万，好，那假设好每一件諮商费用政府补助人民2000块，让诊所去做。从生病到临终的过程，有太多的事情得决定。奇美医院推出这款互动游戏，带民众思考未来会面临的生命课题。希望最后那段时间你在哪里被照顾，会不会想回家？那是家人决定的。哦，为什么会觉得让家人做决定？我先生还有我的小孩，对不对？然后就是怕他们会照顾不来。真正你的想法是什么？是想在家里。我们发现哦，其实病人想出来的东西是为了满足家人，可是家人也是想要满足病人，可是他们没有讲出真正内在的，内在他们真正的需求。缓和医疗团队认为，除了医疗之外，善终选项也应该及早讨论。因为如果说在医院的话，我想多大概都会有打针啊什么，而且我又怕打针，你知道吗？我真的超怕打针的。如果我生病了，我不晓得我怎么办。哎呀，但我是喜欢在家里，因为毕竟家里是我熟悉的地方。病人自主权利法在试办期间，包含了医疗照护和善终选项，例如照护场所和往生地点，甚至是后事的安排。但是今年实施的版本却没有将善终纳入选项。李佩蓉知道母亲不希望受病苦折磨，但是却无法得知她真正的想法。只要一谈到这个话题，长辈就会生气。借由医院的諮商团队开启讨论。唔是，我爱讲啊，讲一届，咱就知影，免阁讲，就是讲，就是讲，就是讲，安尼，我烦死了。阮得爱先了解，啥物款的治疗，吼，啥物款的迄个照顾的方式，这是你较希望，阮会当帮你安排的。帮你就好啊。我袂甲你放好去呢，我原来会好好啊，甲你顾好清气，嘿，顾好轻松，到自然的迄天。哦，你若讲放好去，安尼上恐怖啊！加一天就加一天的，好痛苦，拖我啊！面对已经出现退化的病人，諮商团队必须以各种角度一再地确认病人是否真的了解，以及他内心真正的想法。有的人较无法度食的时阵，伊会选择去倒讲另外一种，为鼻仔入去迄种，你敢有看过？有啊，有啊，有。这个表情的意思是安怎？有差过，有倒做无当，免阁倒讲啦，免阁差讲啦。是。轻松上重要。啊，那是八度腰嘞。八度腰。八度腰咯，人方吃咯，人旁人要吃会吃，会吃就得吃，啊，未吃就莫吃。临床经验丰富的谢婉婷要提醒大家，并不是什么都不接受就等于很美好。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好，我希望接受这个，或希望不要接受这个治疗，但是然后呢？问题都在那个然后呢？对，因为那是一个意愿，但是意愿以后人是需要被照顾的。那这个戴上去之后，你可能会听不太清楚。那它就是模拟你的眼睛，你人要往哪个地方动的时候，其实头往哪里摆，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地方。这款 VR 影片让民众体验急救的景象。多数民众都不知道插管之后必须住进加护病房观察1周以上的时间，如果情况不好还得面临气切的抉择，但是不插管人根本无法呼吸。好，准备电击。好，按照给我。
如果不插管，我岂不是喘死？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讲说，哎，其实缓和医疗就是在做这些事情。好，你需要一些氧气，你需要一些姿势的照顾，你需要一些药物去缓和你呼吸喘的症状，这些都是要做的。不是讲你讲买的，拢啥咪拢无爱做哦。哦，有时阵有一挂镜头要处理的镜头，必要的检查，医生嘛会跟你讨论。啊，不过你今仔表达的意思，我拢会记起来。谢婉婷指出，100个病人有100种照护方式，如果不在諮商时好好讨论，无法体现病主法真正的精神。如果那个处理会让我多活几天，我得要多躺几天，但是我可以舒服一点，不会发烧，不会一直抽筋发作，那我比较希望。多一点点时间没有关系，差别不大，但是我不要那么不舒服，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去区分说每一种不要里面其实它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状况。大哥，你看起来还是很喘，我们试着闭上眼睛，想象你在一片绿油油的森林里，有凉凉的风吹过来，很放松。为自己的善终之路预立医疗决定，才能生死两相安。过去大家总觉得谈论死亡是一大忌讳，不过凝视死亡可能是人生最重要的学习。随着病人自主权利法的上路，观念也渴望慢慢的改变。现在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